Hello， 小时光们，马上要开学了，今天带来这款荧光闪闪的英博尼，希望能给亲爱的你们带来好运哦。每天都要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哟。荧光闪闪的土豪泥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哟。开始教程，空盒子里倒入液体胶水，做多少泥用多少胶水就可以了。然后加入等比例的热水，滴几滴卸妆水，防止沾手。勺子轻轻搅拌，混合一下，直到出现浑浊的状态，然后加入苏打护理液溶液，勺子慢慢搅拌，可以看到开始凝结了。这个仙女水是我前几天做太透剩下的，重复利用。搅拌成型之后，手指戳几下比较 Q 弹，然后开始拿出银箔纸来。银箔纸比较轻薄，所以需要小心操作。哈哈，看到这个好激动呀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，我要戳土豪泥了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深藏不露的二指缠神功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厉害呢？然后开始我的降龙十八掌，一团混合。因为之前加了热水，所以做出来的泥手感较软，像果冻一样 Q 弹，有点类似水苔泥的感觉。然后今天的脑筋急转弯，青蛙为什么能比树跳得高？评论区留言答案，喜欢记得关注转发哟。